夫妻开炸鱼薯条店十年，25家连锁店遍布安省，优质食材严格管理稳步发展。画家夫妇温哥华创办画院，教授学生绘画技巧，多方培养绘画创意。华人留学生爱上北极文化，立志开拓原住民特产市场，促成手工艺融合现代艺术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